happens not a response to the opinion of people. Hong Kong government never hear us. We are not that easy to live. We have the right to tell the government. Tell the government we need real democracy. Democracy is more important for our future. It's not just a student action anymore. Because we're just a Hong Konger, we want to save our home. 香港雨伞运动中最后一个占领区铜锣湾，警方在今天完成了清场行动，一共拘捕了17名留守人士，包括学联成员陈觉轩、立法会议员陈家洛以及一位64名运人士王登耀。角和金钟后，香港警方上午清理铜锣湾最后一个占领区。警方九点半起多次呼吁占领人士离开，十多人聚集在占领区内，准备以公民抗命的形式等待被捕，包括立法会议员陈家洛及64名运人士王登耀。呢场占领运动进入咗70-80日啦，但系我哋对真普选嘅追求系唔会放弃啊！即使警察今日清咗场，未来嘅抗争场合，我相信。我哋都会继续以唔同嘅方式去向政府争取一个真正嘅普选。梁振英，你点都要嚟立法会做答问大会，你点都要嚟立法会做施政报告，你点都要过嚟立法会交代你嘅政改方案嘅时候，我哋所有嘅留守者会再次聚集，还以颜色。你俾得一时，系唔可以俾得一世啊！江浙沪报道啦，大师傅，一大道路。北京呢和香港永远在一起，香港加油，谢谢大家，香港加油。警方先清场后清人，十点过后首先从崇光百货前的马路展开清场行动，特别战术小队用铁钳剪断锁带，移走铁马，出动电锯锯开大型木板，清走账目杂物，坚持更难抗命。中午前完成清理铜锣湾占领区，十多名留守人士被拘捕，包括高龄90岁的黄渤，他们高举电影《饥饿游戏》的三指手势。受占领行动影响，封闭超过两个月的轩尼诗道和颐和街在下午1点重开。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